主料：丝瓜300克，花蛤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、大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花蛤用盐水浸泡，湿气充分，吐出沙子。嫩嫩的小丝瓜削去外皮，丝瓜切小丁，大蒜切末儿备用。热锅冷油，放入大蒜和丝瓜，煸炒均匀，加入足量的水，水烧开后，放入花蛤，煮至花蛤一个个的打开。调味，装碗，滴入几滴香醋。烹饪技巧：滴入醋可以除去丝瓜的土腥味和花蛤的怪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